右边有车，怪卡，右边有台怪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绕一下。二轿车，好啊，来啊，二轿车送，送一个。我看到了，下面。倒。等一下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收掉他，我等他队友来救他。他没有直接死，我看到队友了。好，打。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好，这一场呢，要来练习一下单打多人模式啊，就是一个人挑战四人组队模式。然后我今天穿这套服装呢，就是我们的查拉搭配。哎，这叫什么？杀戮鬼这套套装吧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希望可以打得不错啊。好好练习一下。我刚觉得声音太小声了，哎，这样应该比较大声一点。好，开始吧。主要是要练那个练拼枪。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一开始就降落好了。如果可以遇到很多敌人的话呢，也不错。好 ，Go。其实我平常比较少跟队友组队吧，所以其实玩多人模式，我有时候还蛮习惯一个人的。因为一个人的话，我现在这样讲好了，有时候组队我会怕听到队友的脚步声，我以为是敌人，就其实不是，所以警觉性会下降。哎，怎么没有敌人啊？嗯，没有敌人吗？哇！一降落下没有人，好，先小心一点。三级包，我忘记换背包了，这背包有点明显，其实我这个颜色衣服有点明显。现在降落后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呢，打多人的话，还是怕一次遇到太多敌人。拼枪的话会有点危险，三级亏，机枪，我先看有没有人，我等一下可能还是要搭一把近战武器，冲锋枪或散弹枪都可以。巴马斯，我换巴马斯好了。我就应该练这把枪，因为这把枪呢，我之前都是直播的时候不拿。直播是因为用 iPhone 8 Plus 直播的话会碰到线，它线在右边，所以会动到。然后 ROG 的话不会 ，ROG 的线是在下面的。那我现在是试一下录影啊，所以呢，我用 iPhone 录影 ，iPhone 8录影。没有冲锋枪哦，凝胶护盾，有一把冲锋枪，先换。我通常都是搭一个近一个远啊，这样子比较好互助。这个三级包的电动机台，这个还蛮明显的，蛮可爱，还有摇杆在上面哦。只要上面写的是 Game Over， 好像不是很吉利啊。主要今天这场我是想要练习一下拼枪啊，拼枪走位啊，凝胶护盾，哎，不见了！刚刚这包我以为是敌人的尸体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跳 game 的。上面有个补包，我先捡。目前没遇到敌人。我有时候跳这边的时候，敌人还蛮多的。这一场竟然没有人。我通常前期遇不到敌人，就是后期会遇到一大堆。
我这场的话练八马石哦，所以我就只拿八马石了。其他枪看到我不捡了，冲锋枪子弹先捡一点。然后其实我刚刚直播完啊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刚刚是在直播，直播完以后想说来练一下，因为其实我平常玩游戏单打独斗习惯了，有时候真的不太习惯，就是组队的时候，哎，等一下哦，先捡一点东西，就是组队要默契啊，然后可能要大家配合得好，然后主要是我自己会被脚步声干扰啊，因为平常自己玩的话，除了我以外，就是敌人脚步声。我冲锋枪先丢了，我拿这个散弹枪，火焰散弹枪，遇到敌人的话，近战拼枪也蛮好用的。子弹，再捡一点好了。其实我之前都是捡18、12啊，只是因为 N1014 有这样的涂装。N1014 它这把散弹枪的弹着点比较集中啊，18、12比较散一点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稍微有点差异性。5包9个，9个超多的哎、欸，往上走吧。我现在一个人在这样移动，其实蛮危险的，因为他们。你要想其他队伍啊，至少4个队友在帮忙你看敌人位在哪里。然后你平常如果剩下一个人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打的时候，你就要变成说自己要去注意敌人在哪里。当然你也比较容易看到可能4个敌人，因为你不会有队友没有在旁边嘛。那看到其他在移动的就是敌人。那我平常呢自己玩都是听声音，不管是单人打双人还是单人打多人啊。我觉得听脚步声蛮重要的，18、12不捡哦，我就玩这把。我先绕边边走，因为刚刚中间的位置有那个有可能会被发现，那边不好躲，如果被打到的话，我可能跑不掉。哎，那是坏掉的车吗？我刚以为那是跑车而已。我现在只有2倍镜，我如果可以拿到个4倍镜就好了，缺个4倍镜。那跑车吗？是坏掉的车，水陆两用车被打爆了，5包欸，捡不下。这边竟然没有人收过欸，这5包竟然还在。我从上面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没有人欸，这边有个汽油桶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是被打爆的。我刚刚想说是汽油桶人。没人。嗯？空投吗？我又遇不到敌人了。我已经是在飞机一出场就降落了哦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就遇不到敌人啊，然后等一下又莫名其妙吃鸡了吗？就噔噔吃鸡了，什么事都没做，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啊，没有每天都有机会啊。这边连香菇都没有欸，香菇被吃掉了，这边好像有香菇不见了。我现在就缺4倍镜了，其他东西都够了。有倍镜吗？没有。回收箱。哦，这不是回收箱，平底锅。哦，没有东西，没有凝胶，没有手榴弹，也没有4倍镜。哇，都没有我要的东西。安全区在上面。
我想要把他直接冲上去了、欸，直接往上冲好了，先到安全区再说吧，遇不到敌人。我都已经在支援区哎、欸，下面好像有一个丢空投信标了，我等一下再过去抓他。我先找他有没有车好了，上面这个地方好像有车，这边有一个小屋，还剩下15个敌人。哦，跑车啊，有跑车，好，太帅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决定我要开跑车去找敌人了，找不到敌人啊。我先去抓那个丢空投信标那一个，那个丢空投信标的。等一下，我先等这一圈说完，等他说圈之后再过去。哇，又韩国人杀好多人哦。来来来，剩下的敌人交给我啦。还有几秒，24、23。等一下跑圈的时候，刚刚有丢空投信标嘛？以时间来讲，他们应该我应该遇到，我现在开车过去应该遇到他们跑，就是在跑毒圈。好，准备哦，11秒。等缩圈的时候过去撞人是最快的、啊。好，我去抓抓看吧。空投信标那边应该有一组，荷包几个人。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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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人了抓人了。走路有时候真的太慢了，开车比较快啊，找敌人比较快。反正我就一个人而已，不用担心队友。空投信标前面吧，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有空投信标，有有有。又看到敌人哎、欸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哎、欸，跑去哪里了？跑这么快哦。右边有车，怪卡。右边有台怪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绕一下。跳跳车，好啊，来啊，跳车送，送一个，还有一个敌人，两个而已吗？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被打！哇，还有一个，还两个，再见啊！倒吗？哦，全死，全死！好，一次撞三个啊！我终于开四了，哇！凝胶护盾好多哦，我先捡，先捡凝胶护盾。缩圈了，没时间了，直接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按错了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开怪卡。好，这一波直接收掉三个啊！终于找到敌人了，找好久哦。好，来啊，剩下七个敌人，我看我可以解决几个。这边有人。我故意走侦察机这边，哎呦，被人卡到。好，现在有四个幽灵在看我，刚好应该一组人马吧。安全区在这边，有凝胶护盾的声音，有人，有敌人，我找一下。我刚听到凝胶护盾，表示有人开战了。通常叫凝胶，两个状况，一个就是有人交战，然后架凝胶；一个就是有人开车架凝胶。所以是为了挡我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人啊。有维修包，有那个三级菇，没时间吃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凝胶护盾前面。好，来抓人，来抓人，杀一波，杀一波，应该在附近。我看到人了，下面。倒。等一下，先不要收掉他，我等他队友来救他。他没有直接死。我看到队友了。好，打他凝胶架错位置了，他以为我在前面。又一个，好倒，哎、欸，还没死，还有一个，四个人都活着的，还有个队友，我看到他了。哇，平底锅，OK， 全部收掉，四个全收，还剩几个敌人？哎、欸，剩一个敌人了。这个敌人最后一个，哎、欸，最后一个会不会在附近啊？刚刚他们是在打，没有看到人，没看到人，前面，我去找一下，应该在前面这边吧。刚刚有交战的痕迹，所以应该有一个躲在这里。嗯，没看到人哎、欸，没看到人。这房子很多，有可能躲在房子里面，所以我不确定哪一栋。
前面有一台跑车，我先不开了。跑车在这个地方防御力很低，如果被他遇到，可能马上车就被打爆了。我是有点想开啊，可是怪卡的防御力比较高。好，我们来找他吧，最后一个了，单人对多人模式啊，我希望这一波可以吃鸡啊。私底下玩我觉得比较有自信一点，直播的话呢，考虑很多因素啊，不一定可以顺顺的玩。很好冷。哎，这个人该不会是从别的区域吧？因为刚刚他们有打一个人，这个维修的不吃哦。我现在下车可能会死哦，因为我不知道敌人在哪里，最后一个不知道躲在哪里。如果他现在跑圈的话，我可以直接撞死他。只是怕他是躲起来的，躲起来的话可能要等这圈说完才找到。好，现在已经七杀了。哎，没有人。好，收圈，收圈，快快出来吧！有办法来站，谢谢。现在是一对一啦。单打多就在练习你的反应力啊，就是你的队友死掉的时候呢，你一个人对多人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力要怎么反应？你要一个个收掉，还是像我刚刚是？等他们来救，这样敌人位置会出现，就可以慢慢收掉了。如果我收掉的话，可能就躲起来，我可能就打不到了，所以我会留一些队友，让他有机会救人啊，让他有机会救人。好，收圈了。我猜那有楼房，楼房，我看到人了。我打错边了，我打到右边去了。哇，他残血，他应该剩25滴血，我没算错的话。他卡四角，没打到。我躲子弹啊！他卡视角要打我。我先开车冲过去好了。等一下收圈了，他的位置还不错。哇哇哇哇哇！不能被打爆啊！来哦，第一波喽！冲一波！最后一个了，他一定要出来啊，因为他那边不是安全区啊，所以我要跟他抢空地啊。来哦，看到他了，决胜负吧！来呀、啊！我吃爆了，也要揍死你！吃鸡 ，good。哦，八十二吃鸡。好，大人对多人模式成功吃鸡啊！最后还是得用怪卡帅气的打一波啊！其实刚刚有个，我刚刚没想说车子爆的话，我吓一跳，下凝胶护盾啊，架那个安全点，再用闪电跟他打。然后没想到我车子爆炸的时候，冲过去那个速度刚好还可以压死他。好的，这就是单人对多人模式啊，成功的吃鸡了。今天的游戏呢，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喜欢，可以订阅我，也可以把我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我会继续介绍 Free Fire 攻略情报。然后订阅频道是免费的，欢迎订阅我。也谢谢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我们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